今天是除夕，各地华人在冠病疫情的笼罩下，小心翼翼地迎接牛年的到来。没错，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，祝大家晚安。晚安。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以上节目。